新年教会政治音乐的新闻，配合着音乐唱出着美妙温暖的诗歌，而搭配着集体动作，气氛充满着温馨。新闻哥哥卖力的练唱，就是希望在29号要伫新年文化中心音乐厅所来举行的转角遇见爱的感恩音乐会，一道完美的演出。啊，主要就是因为咱的教会新年教会80周年，啊，伫今年80周年的中间，我有用3个主题做一个回顾、一个感谢以及一个展望。我们借着这个感恩的日子，我用音乐会的方式来分享给咱整个新亚地区、整个台南地区，咱的兄弟姊妹做伙来欢喜。庆祝着新年教会成立的80周年，新年教会特别规划着这场感恩音乐会。其音乐会主题叫做“转角遇见爱”，无须来讲，背后是有伊代表的正面甲鼓励意义伫内底。在每一个我到迄个所在，其实嘛是一个改变的时间，让我们去拄到危险还是拄到艰苦的时阵，反正让我们更加坚强来站起来。所以用那个我感，有时候是一个转弯。咱讲转弯，有时候我们说的危机，有时候就是一个转机，其实有那个意思在。其实这场音乐会演出团体除了是有新年教会经济音乐的成员之外，还有台湾教会弦外之音。另外，傅宇大师郑志豪也是音乐会演出的主角之一。另外，为了让音乐会当顺利圆满，还特别邀请到北部知名音乐老师潘伯良来南下做指导。啊，特别我这次还邀请到傅宇大师啊，邓志宏先生，啊，要来做伙来分享啊，有笑亏，有感动，有感谢，有娱乐，有西瓜。新年教会转角遇见爱的感恩音乐会，29号暗时7:30，将在新年博览中心音乐厅来登场。目前教会嘛规划了几啊处的这地点来开放民众来索取门票，有兴趣的朋友当前往欣赏。南天新闻，但是现在新年采访不得。